顺风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二美人最近精神没什么问题吧？没有啊，挺正常的。他怎么能相信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很惊讶呀。哎，这个事儿他怎么就相信了呢？早知道他这么轻易就相信了，我就不拿400块钱给王小倩封口了。等会儿啊，你拿钱封了王小倩的口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你这还是骗人。不是，我不指定干坏事了。钱没有，我就哎，什么玩意儿？给王小倩400块钱封什么口啊？啊，嗨。没事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是怕王小倩把这事说出去。这是好事儿，她说就说呗。我不是怕这事弄闹大了吗？就以你这性格，干了好事儿不得大肆宣扬啊？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解释啊！钱素芬，你真行啊！这时候还骗我呢，是吧？你是不是拿我二美丽当傻子呢？你啊！我没有。我为你们老钱家怀孕都7个月，你还这么对我？我知道。我跟你说，钱顺风，哎哎哎，你以前撒个小谎也就算了啊，现在你玩大了。我没玩，玩飞鞭子了，你都啊！你在外边给我找一大姐啊，还给我生一头胎！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医院。你等着。不，媳妇儿，你上什么医院呢？你啊？我上什么？医院啊，有人给你生头胎了，咋的？我还得给你来个二胎不？啊，不是，不要脸！不是媳妇儿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医院呀！你这孩子是无辜的呀，大姐夫！大姐夫也不好使！站住！这孩子是我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啊？这孩子是我朋友的。什么情况？就他朋友的。二米，来，你坐着，我跟你解释。二米啊，情况是这个样的，这个刘美凤的老公是我从小的发小，是我的好朋友。对，他老婆刘美凤在怀孕7个月的时候，我这个朋友不幸英年早逝。啊，刘美凤悲痛欲绝呀，就不想生活了，甚至连孩子都不准备要了。那不行啊。对呀，我一想，这个时候我得救他呀。但是你是知道，你大姐夫这方面对女孩确实不行，我就请了钱顺风，因为这是他的强项。对，这事儿我行啊。你别说话。但是你放心，每次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呢，不是他一个人去，都是我跟着他去的。你去没去？啊，去没去？去了，去了。过来。哦，去了。我当时我跟他一块去的。每次我们一进到刘美凤家，我们都会拜祭刘美凤的前夫，不用跪下，鞠躬。然后我开始做家务干活炒菜，钱顺风就做心理理疗，给他讲一些美丽的传说。久而久之，刘美凤重拾生活的信心。对，今天刘美凤临产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，本来这个字应该是我签，我就让顺风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马上不是你们也要生了吗？我让他提前找一找感觉。对，是吧？你看现在孩子也平安了，这是对刘美凤老公在天上之灵最好的慰藉。对对，你谁呀？我刘美凤的老公。你看，感动的从天上下来了。你谁？我是刘美凤的老公。他咋了？什么他咋？我大姐夫看见在天之灵了。大姐夫，大姐夫，你醒醒！大姐夫，大姐夫，哎呦，大姐夫，你醒醒！顺风，不能说瞎话，说瞎话是容易遭天谴的。哎呀，我没说瞎话。哎呀，兄弟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哎呦，您就是钱顺风吧？我就是钱顺风。哎呦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哎，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。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你说，我媳妇儿呢，本来预产期呢还有一个星期啊，这不今天早晨去菜市场买菜吗？啊，突然间我孩子就降临了，当时情况特别危急，羊水都破了啊，要不是你亲自把他送到了医院，哎呦，我可能现在就见不到我的媳妇儿和孩子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你等会儿，你把最后一句话你再说一遍。谢谢你。你不是这句，谢谢前面那句，大点声，你们都听好了。这大叔，要不是钱顺风及时的把我媳妇儿送到医院，可能我现在都见不到媳妇儿和孩子了。听见没有？赵刚子，你听清楚没有？我听清楚了。我告诉你兄弟，遇上这种事儿，任何一个人都会挺身而出的。嗯，更何况是我钱顺风。我钱顺风经常做这样的事儿，就是没人信。钱大哥，我信。
我告诉你兄弟啊，有个事儿我有点对不起你啊、嗯、我在孩子的父亲那一栏里我填上了钱顺风，我捷足先登了啊。你签的好啊，我跟你讲，从现在开始我的孩子就有两个父亲了。哦，一个是生他的父亲，哦，另外一个就是救他的父亲，就是你。好的，我谢谢。好的好的，没事。哎呀，小刚子，哎，你愣在那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光鼓掌有什么用啊？怎么马上到物业整理一下我的事迹，向全小区的人宣传一下。明白。哎，那个，好的，这样，麻烦你跟我去一趟物业，嗯、好不好？好吧，不用，他不用去，他还没有表扬够我。不是，继续表扬。师傅，他必须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，你冷不丁干个好事，别人不相信，我得找个证人。太对了，赶紧去，不要吝惜自己啊、表扬的语言。好，好事一定要好好宣传。快去，麻烦去吧。谢谢，谢谢。没关系，好好解释啊，要不别人不相信。哎呀。这怎么的了，老公？哭啥呀？别哭了。从咱们结婚到现在，我干啥事儿你都不相信。今天你还冤枉我，连孩子都不想要了，你这是干啥玩意儿？关键是太意外了，你也不咋做好事儿啊。关键是，媳妇儿啊，让我跟孩子说两句话。孩子呀，嗯。爸爸是个好人啊，爸爸向你保证，从今天开始只做好事不做坏事，你放心，等你生出来的时候会为有我这样一个父亲感到骄傲。吓着孩子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哦，二姑父，哎，我在朋友圈里边看见了你的事迹，对不起啊，我误会你了，你是我们小区的光荣，你是我的骄傲，我向你致敬。小点声，吓着孩子。你等会儿啊，400块钱还我。花了，花了，买新衣服了，好看不？下手可真快呀，二姑父，你脱下来我试试。再有的裤子就更好了。你拿裤子，二姑父，二姑父，放开我，二姑父，脱下来。哎呦，买呗，你别买那么囤的呀。